所以未达出有缘三个字以上，也不同意直接用为界，也不同意直接用为界限。这个我想要可能要说明一下，这个为什么古籍的是十亿人，而出席第四间组只有七人，就是加起来，总老师总票数加起来是十一个，七加四。但是如果说他不同意指定为古籍，他就没有权利来投第四间，可以还是可以投。那这个啊，七加四十一，十一，所以就是只有一人同意指定古籍，然后四人。十个人不同意古籍，七个人同意为历史建筑，四个人不同意历史建筑，所以总加起来也不是古籍，也不是历史建筑，所以不同意的指定为古籍，不同意登录历史建筑，把这个再说明一下。对，谢谢。那我们再下一个。设十一，西周底九，延平北路七段一七七巷57-59号，西周底阳宅。土地为西周段二小段472-473地号，闽南建筑三合院形式，主要为砖石混合构造。好，各位委员针对这个有没有意见？没有，
七中段二小段四七五四七六 B 号，闽南建筑单身手形式。那内部的部分目前改建的部分居多，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？有意见我们相信。在通告过程里面，我们再来一个问题。我们上一代在五十二，前提北路七段145下面到11-13号周笔记，周笔记。那崔永元是一人同意提问，同意提问。回答的是，选举委员呢，其中有六人同意的会议时间，五人不同意时间，也未达出席委员上的会议，所以本案七周底这个设施十二七周底业务这个部分不同意时间会议，这个会要砍我呢，各自沟通，他也没有够。设十五，西周底五，延平北路七段88-92号，西周底卸载，土地为西周段一小段223D号，闽南建筑一条纹形式，砖木混合构造，外墙为砖造，内部为木造屋架。88号目前已有坍塌的状况，那92号是居住使用。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我有意见的话，我就进行这个设施的投票。那上一案设三，我们经过投票统计的结果，根据委员十一人举国同意，我们也会达成。那根据委员同意的努力，六人同意的努力。未达，所以有一个上市，所以本来就提六这个设三不同意，这就提出不同意宣布。设十六，西周底32，延平北路七段84-B号，土地为西周段一小段225B号，闽南建筑一条龙形式，主要为砖木混合构造，红砖外墙，山墙面为格子器，内部为木造屋架。那照片可看到地基以及内部部分已经倒塌。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各位委员没有意见，这个这段建筑进行的时候，没有意见的话，我们就进行投票。那刚刚上一案设置原北路七段110号，原来一周一号，我们出九人，所以有缘四人同意登录，四人不同意登录，所以未达所以有缘3人，所以不同意指定为主席，也不同意登录为主席。不同意嘛哈？好，我们就开始。设十八，西周底42，延平北路七段101巷21、23、25、27号。土地为西周段一小段397、398D号，街屋一件形式，主要为砖造构造。那照片有看到改进的部分，还有已经毁损的部分。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好，如果没有意见，就开始。接着就报告上一案设十五，延平北路七段88号92号西周底卸载，原来西周底。那本案一共崔有言十一人均不同意，列为无效。崔有言3人同意登录，8人不同意登录，未达到崔有言3人，所以本案决议不同意列为。也是同意登录。接着我们去报一下。
设二十，顶新沙尾四，延平北路八段九十三巷二十五号，顶新沙尾，洪家祖厝，土地为富安段二小段235地号，闽南建筑三合院形式，为砖木混合式构造，外墙为斗子砌，内部为木构造。那左边护龙的屋顶以及整体的建物也已经毁损。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各位委员如果没有意见，我们就进行投票。那看一下这六连铁的七段八是想一号，记得你看看。那这个案子一共11个委员投票，11人均不同意，16人。其中4人同意增额一十元，7人不同意增额一十元，均未达3分之2以上，所以本案不同意增额一十元，不同意增额一十元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看。设14，西周底37，延平北路西段145巷10弄2号，西周底林宅。土地为西周段二小段464、467地号，为街屋一进形式，主要为砖造构造。那现况，这是现况的照片以及内部，也是改建的居多。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如果委员没有意见，我们开始投票。同时，我来报告看一看。18，延平北路七段101巷21、23、25、27号，原来铁塔已经22。那本案11个委员均不同意，均为不提，只通过3人同意增额一十元，8人不同意增额一十元，所以均未达3分之2以上，本案不同意增额一十元。设17，西周底33，延平北路七段106巷6弄8号，西周土地为西周段一小段210、211及216地号，闽南建筑一条龙形式，主要为砖造。好，各位委员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我们就进行投票。同时，我再宣布上一个案子结果。设20，延水路八段93巷25号，洪家祖厝，原来底薪沙尾市。那11个委员出席，11人均不同意地址用的土地，然后6人同意增额地址用的土地，5人不同意增额地址用的土地，未达3分之2，所以本案决议不同意地址用的土地，不同意增额地址用的土地。最后报告下一项。设13，西周底11，延平北路七段177巷41、43、45号，土地为西周段二小段471、472地号，闽南建筑三合院形式，主要为砖木混合构造，正身为木造，护龙为砖造，内部可见也是改建的居多。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委员没有意见，我们就进行表决。好，这样。那如果从报告上一案设14，沿水路七段145巷10弄2号，西周底林宅，原来编号西周底37。本案11个委员出席，均不同意指定为土地，4人同意跟我一起的，7人不同意跟我一起的。好，未达3分之2。所以本案也不同意指定为土地，不同意增额地址用的土地。这种报告本案。设19，顶新沙尾2，延平北路八段55巷3、5、7、9、11号，顶新沙尾全宅，土地为富安段二小段240、253地号，闽南建筑三合院形式，主要为砖砌承重墙。那建物内部的部分也是改建的居多。那请现场委员提出意见。
好，委员不愿意议案，我们就进行投票啊。然后报告三案的结果，三案设十一，延北路七段106巷6-8号，西周底33。然后本案11位出席委员均不同意指定为主席，然后3位同意登录为议事人，8位不同意登录为议事人，因未达32%，所以本案有不同意指定为主席，不同意登录议事人。同时，我再报告三案设13啊，延北路7段177巷41号、43号、45号，西周底11。然后本案出席委员11人均不同意指定为普及，3人同意登录为议事，8人不同意登录，所以未达32%，也不同意指定为主席，也不同意登录为议事。好，最后一案。最后一个了。好，我们的最后一案，好，最后一案，这个是设11沿北路8段，案19，设19沿北路8段，5巷，5、3、5、7、9、11，承载其周围。然后本案出席委员11人，11人均不同意登录，指定为议事人。然后3人同意登录为议事人，8人不同意登录为议事人，所以本案不同意指定为主席，也不同意登录为议事人。好，这些我们刚刚有20个设置到案，都已经申请分别转交完成。也非常辛苦各位委员，然后也辛苦统计的各位同仁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。所有委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？我们没有的话，那我今天的会我们就到此结束。非常谢谢委员辛劳，尤其针对这个市场。